那撕谁撕啊？自己撕还是？所以呢，新郎新娘有压力了。两位主持人颜值也很高。你说你有点难追，想让我知难而退，礼物不需挑最贵，只要香榭的落叶营造浪漫的约会，不害怕搞砸一切，拥有你就拥有全世界。亲爱的，爱上你从那天起，幸福的人气，亲爱的，别任性，你的眼睛在说我愿意。可以吗？要唱完吗？好多人一起。